好，我们闭上眼睛，然后深呼吸，然后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，看看自己有多饿。然后呢，来观察看看你手上的食物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再看看我手上的这个香饼。再来，我们一起来闻一闻自己手上的这个食物。嗯，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榴莲香饼。嗯，榴莲的味道真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食物放在嘴唇那里，感受一下它的触觉，它的触感。然后呢，咬一口。嗯，含在嘴里。嗯，慢慢的咀嚼，然后感受一下那个焦糖还有榴莲的味道，榴莲的香气在嘴巴里面的余韵。嗯，一口接着一口。嗯，开始吃吧。